怎么认识的？跟大家说说。之前在餐厅里面吃饭，然后就在一家餐厅嘛，他跟他朋友，然后我和我朋友，当时觉得他挺好看，就找了要了号码，然后就相处着，就后来跟他表白了。认识多久呢？从餐厅那一面到现在？半年多。哦，半年多。今天谁要来啊？我就觉得他现在就是太玩了，经常跟他朋友出去聚会啊、吃饭啊、喝酒、唱歌那些。然后可能早的话呢，两三点就回来了；晚的话，可能三四点都不回来。你是说夜里吗？对。哇。然后也跟他吵过很多次，然后就跟他讲，我说不要这么出去玩，多陪一下我。然后他也当时就答应了。啊。然后过不了几天，然后又出去玩，然后后来吵过一次很大的架。然后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在你以后只要出去玩，那我就跟着你。哦，你跟着他。对。然后结果就刚好有一次，在餐厅里面，那是他朋友喊的局，然后就过去吃饭嘛。然后结果隔壁座就一个男生让服务员过来找他要号码，然后当时他就问我，他说能不能给啊，我说不能给，然后当时就没给。然后后来我就去洗手间嘛，从洗手间一回来就发现他跟那男人两个人在那边嘻嘻哈在那边笑，我当时觉得很气，我觉得他太敏感了，你知道吗？他管得有点过。就是我平常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，他就会老是跟着我们，像刚刚他说的那个，那是我们朋友一起去吃饭，然后在餐厅里面，一个男孩子他要一个服务员来问我要号码，当时我第一反应我是问他，我说能不能给，他就跟我说不能给，我就心里想着我反正也没有想给他，但是我想让他知道我是会什么事情都会跟他说的。哦。然后第二次他问我要号码，是因为他看到那个服务员不会给他号码，他就会主动来问我。然后当时我就想，等于那个男生自己又过来要了。对，是的。然后当时我是基于一个人之间的一个礼貌，所以我就当时没有去拒绝他，我就直接就给了他，就当作是认识一个新的朋友吧，我也没怎么想，我觉得他太敏感了，太小心眼了。男生说你看他不会拒绝是吧？对。女生说我只是把他当成一种和人相处的方式，我觉得没什么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对。那就是说你们现在他出去玩你就跟着呗，那也没什么呀。但我跟着他的时候他就也不把我当朋友那样，就感觉连朋友都不像，就把我一个人晾在那边跟他自己朋友玩，干嘛干嘛也不理的那种。不是我不把他当朋友，是因为他老跟着我出去玩，就次数比较多。你说你偶尔去几次无所谓，但你老跟着，你有没有想过我玩得好的朋友的之间的感受呀？他们是不希望我老带着我男朋友出去的。为什么呀？这不是男朋友吗？大家在一起玩。因为几个都是女孩子。哦。对，都是女生啊。对，没有任何男生，就带他一个，别人就说我怎么带了一个尾巴。所以你现在也不带他是吧？那你不带他的时候，他会去接你吗？哎，他会。一说到这个事，就更加有一件事了。那天下午是我跟我朋友吃饭，然后他跟他朋友吃饭，然后本来是约着好就是吃完饭然后一起回家嘛，我吃完饭之后给他打电话，他说他还要玩一会儿，玩到晚上之后我就打电话给他，我说走吧回家吧，他说他还要玩一会儿，我说那我过去找你，他说你不方便过来，我说我怎么就不方便了，我说你朋友我都认识对吧，然后他又讲你就是不方便，他说你不要过来，然后后来讲他说只要你能找到我那你就来找我，然后就把电话挂掉了，然后后来我也打了十多个电话他都没接到，然后那晚上是在酒吧玩嘛，我去酒吧一条街那边挨个挨个找他，每个酒吧我都找遍了，然后我还怕他在洗手间里面，我在每个洗手间还蹲个两三分钟，然后再走，再换一家酒吧去找，然后最后我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在那边玩得很开心，我就直接把他拉出来了。你那哪是拉呀，他直接拽我出来的，他当时进去一话不说就直接把我拽出来，很凶。哦。对，然后那一次是因为我闺蜜她生日。然后大家说好了，说这一次无论如何都不要叫任何的异性过去，就是一个闺蜜趴啊。然后就是说，那就跟她说呗，我闺蜜趴不能带男朋友吗？因为我当时是当着我闺蜜的面接的电话，那我肯定不会当着我闺蜜的面说我闺蜜不让你来，那我只能说不方便呀。反正那时候我就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是有那种好奇心，你越不让我来，那我就越觉得有鬼，我就始终觉得有鬼。那你去了抓到鬼了吗？我当时也没有在里面吵，我就直接把他拉出来了。不是那里面有鬼吗？我不知道有没有鬼啊，但是他当时解释没有解释清楚啊。你还说我有鬼？他就只能说他你不能来啊。你说我有鬼、啊，那你朋友圈屏蔽人的事情怎么说？他跟我之前在了一段时间，然后他就发那个我们俩的照片发朋友圈了、嗯，
当时我是心里想着挺感动的，我想着他光明正大的公开我俩的关系，我想着他心里还是挺在乎我的。然后那一天我就拿他手机看他自己的那个朋友圈，我发现那些照片他都屏蔽了一些女生。你是想留备胎吗？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解释过很多遍了吗？因为在认识他之前就有几个女孩子就也没有在一起，然后是跟他在一起之后也没有联系过了，但是之前就是感情上有一点纠纷那种。然后但因为那是朋友介绍的，就是如果直接发可能会尴尬，删了又不行，所以就直接屏蔽了。然后跟他解释过很多遍了，反正就是我只要我现在一说他，他就在找借口，就反过来还要说我那些。